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286面，286面，倒数第二行，从那诺延者看起啊。那诺延者，以为胜利或监牢，有四义。那诺延是古代梵语啊，就古印度的话，翻成中国意思。有胜利，殊胜的这个大力啊，或者是监牢的意思啊，坚固啊，监牢。它有四个意思，这个地方都说出来了啊。第一个是梵天王的一名，就是大梵天王啊，也称为那诺延。第二个呢，罗什大师云：“天立四，名那诺延，端正雄健。”是天道的大力士啊，天道的大力士，容貌端正啊，雄伟健壮。成那诺延。第三个是《大日经书》第十卷，毗留天有众多别名，即是那诺延天的别名，是佛化身啊。这是《大日经书》里面所说的啊。又密藏记曰：“那诺延天三面青黄色，右手持轮，乘迦罗罗鸟。”乘鸟是表空性啊，空中飞行的。第四《涅盘经书》第七说：“那诺延此梵金刚，乃十九。”至金刚之一啊，就是十九位至金刚神，他是其中啊之一。这是在这个经里面所说的四个意思啊，以金刚为主，金刚有胜利、有监牢的意思。维摩经云：“那诺延菩萨。”古著经家多为众生身啊，众生身心相依，身有苦乐，心有忧喜啊，心必有喜，心有忧喜呢，身有损益啊。法就云：“如来身力无边，犹如心力。”这是说这个维摩经上讲的那诺延菩萨啊，古德给我们解释啊，如来身的力量啊，无量无边，身的力量就像心的力量一样啊，这个心我们现在知道，连科学家都知道，这个心的念力量可以能够改变环境，就是你意志集中的时候，特别是集体意识啊，真的能够化解地球上种种的灾难啊，所以这个力量非常大。
那么我们在这个还原观里面所学到的啊，所看到的，跟现代量子力学家的结论完全相同，那就是整个宇宙从哪里来的啊？什么是物质？这物质现象，科学家称物质现象啊，是心念累积连续产生的幻象。那就幻象是整个宇宙啊是念力，那就是心力。心力量有这么大，身的力量跟心的力量是相等的，这个我们能体会得到啊。这如来境界上才能做到啊，真正做到啊，性相不二啊，性是心力，相是外力，就是物质的力量。啊，我们这个身体的力量是属于物质，啊，是身的力量跟心的力量啊是相等的，啊，都是无量无边的。啊，现代物理学家为我们解答了这个问题。啊，那我们现在呢，是不了解事实真相，把我们的心力啊耗散了，啊，就像一盏灯一样，啊，光啊向四面八方呢，啊，去不扩散，啊，不能集中。如果这个灯光集中，啊，你比如说太阳光照到我们地球上，是扩散的。我们用一个放大镜，把太阳光给它集中起来，啊，你看下面放起木材啊，都可以能把它燃烧到。这就是把光线集中。啊，那科学用的方法，把光线集中成为极小的一个点，叫极光。啊，可以能够穿透钢板。推这么大力量，现在讲镭射就是光的这个集中啊。啊，那心的力量要集中起来，那多大呢？啊，当然可以改变这个物质的世界。啊，所以物质的世界是好是坏，确实是人心所感的，人心的善良。这个地区的环境啊，就会美好，就会坚牢啊！你看这个《地藏经》上讲“坚牢地神”，啊，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美好？没有别的，人心善良啊！啊，我们今天这个地球出这么多麻烦，这么多灾难，原因在哪里呢？我们地球上的居民心行不善。所感召到的原因在这个地方啊！啊，所以科学家告诉我们呢，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大家都知道，明年2012，啊，地球上有大灾难发生。啊，科学家怎么告诉我们？跟佛讲的是一样的。希望地球上的居民弃恶扬善，就是我们佛法讲的断恶修善，就这个意思吗？你能断一切恶，修一切善。第二句他说改邪归正，第三句他说端正心念，这个灾难就化解了。啊，跟佛法说的一样啊。佛经上讲的一个最高的指导原则，就一句话：
一切法从心想生，西方极乐世界从心想生。啊，止于至善的心想。极乐世界怎么来的？我们地球上的居民，如果能接受佛菩萨的教诲，真正断恶修善，改邪归正，这个地球会变成极乐世界。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善恶的标准，佛给我们讲的是善业，那标准。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啊，虽然说了十条，这十个是原则、原理、原则。啊，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小乘圣人三千为一，你看十条变成了三千条；大乘菩萨八万四千细行，那就是这十条啊。啊，一变就变成八万四千条，尽善尽美呀，至于至善了，啊，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诸佛如来十报庄严土，我们现在都明白了，都清楚了。啊，怎么成就的呢？纯净纯善。是十宝庄严土啊！一切诸佛如来总有啊，没有例外的啊！释迦牟尼佛也有啊！啊，我们什么时候能看见？什么时候能住到诸佛的宝土？只要自己修到纯净纯善。佛的这个报图我们就看到了啊，我们也能享受到了啊，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它不是从外头来的，都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随着身心相依，身有苦乐，心有忧喜，心有喜，忧喜呢，这个身有损益，这句很重要，对我们的健康就产生了效应。我们人欢喜，身心健康，人要天天有忧虑啊，我们身体就不健康了。啊，不健康就带来啊多病多灾多难啊！所以疾病从哪来？疾病从这儿来的，我们知道了。啊，学佛的人最大的好处是什么？看破放下，看破了，明白了。六道里面的众生啊，有情众生，他最忧虑的是什么？怕死啊。真正把佛法修清楚，修明搞明白了，你就晓得了，原来宗教里面说上帝是永生的，佛法里面告诉我们，所有生命都是永生的，生命没有生灭。啊，你们很多人看过这本书了，
你看看凯撒军团东征中国之谜，这10万大军都死在中国，2100年前的事情，他们的灵魂到现在还非常活跃，没死嘛。告诉诸位，这物质的身体有生死，灵魂不死啊！啊，很可惜，他也好好的，现在跟我们一起学佛了，啊，也都皈依了，啊，学佛之后一下明白了，破迷一开悟，就不叫灵魂了，叫灵性。灵性是真正的自己呀，灵魂是自己，是个迷惑颠倒的自己，没开悟，啊，叫灵魂。其实他不灵。啊，我们中国古大德叫他说迷魂，那正确的，啊，迷而不觉，啊，他要一觉而不迷呢，他就灵了，啊，灵了啊，不会再做错事了，不再造业了，啊，遍法界虚空界，十方诸佛刹土，他都能去啊。啊，我们在这个48愿里面，还虽然没有读完，读了差不多将近一半呢，我们已经学到了很多了。啊，阿弥陀佛，48愿度众生，度哪一类的众生？一切众生。啊，愿文上常常说一切众生呢，一切众生呢，不仅包括人类。诸天、罗刹、修罗、畜生、恶鬼、地狱，通通包括在内。啊，阿鼻地狱众生造作极罪的众业，能度吗？能。为什么呢？他也是心性识变的嘛。他也有佛性嘛，啊，不但是救我的众生，一回头一忏悔都能往生，那极乐世界不可思议，阿弥陀佛的慈悲的悲愿无与伦比，我们读了之后无限的感恩呢！啊，增长了我们的信心，增上我们的愿力。这个地方不能不去，非去不可。啊，所以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我们不能够轻视。恶鬼道不能轻视，地狱道更不能轻视，像蚊虫蚂蚁云飞软动这些小动物，乃至于花草树木山河大地啊，这是还原观里的讲，那个什么那个弥勒菩萨讲的都清楚啊，啊，佛家讲极微之微，是讲物质最小的极微之微啊，现在科学家讲的小光子啊，可能就是佛法讲的极微之微啊，它不能再小了啊，这样一个小的物质具足了五蕴色受想行识啊，它有形象，形象是属于色，它有受想行识啊，所以《华严经》上这一句话我们现在是真搞通了，没问题了，不再怀疑了、啊、华严经说情与无情同源种质，我们在初学佛的时候有一些老法师
有些老居士对佛学的时候很深的造诣，这一句话提出来，大家没法子解决。啊，无情是什么呢？矿物啊，山河大地啊，花草树木，你说它还能够成佛，还能讲得通？它是属于生物啊，泥沙、石头，它怎么能成佛呢？啊，《华严经》上讲的无情啊，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缘是圆满，种质就是成佛，一切种质。啊，现在我们科学家给我们这么一句话，我们就明白了。连小光子，啊，小光子是从哪来的？这最小的物质从哪来的？是见闻觉知累积的，就是精神现象累积的。所以再小的物质，物质跟精神不能分开，而物质是从精神变现出来的，所以它是一体啊。那么山河大地是不是无蕴？是无蕴，每一个物质现象通通都是无蕴啊。不仅仅是江本博士用水实验的，而谁有无蕴？谁能看、会看、会听、懂得人的意思？啊，任何物质现象都有，都具足无蕴。啊，那《心经》大家常常念，你看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无蕴皆空。这个皆空是什么呢？是不可得。无蕴有没有？不能说它有，不能说它无。啊，它确实有这个现象，但是它存在的时间太短了。啊，我们同学有计算了，照着弥勒菩萨所讲的计算，一秒钟，啊，多少个生灭？1600兆。一秒钟1600兆次的生灭。你怎么能掌握它？啊，所以说不能说它有，不能说它无，这是事实真相啊！啊，明白这些了，我们就晓得没有生死啊。这世出世间呢，是什么？是到底怎么回事情呢？迷悟，迷了叫世间，觉悟了叫出世间。彻底觉悟了，事出世间都没有了。啊，那我们讲世间，通常讲六道，讲出世间是四圣法界，合起来叫十法界。啊，这个里头有染、有净、有善、有恶。啊，有业、有报。啊，超越这个呢？超越这个就是诸佛如来的十报土，那叫一真法界。啊，没有善恶，没有业报。也没有染净。啊，没有变化，叫一真呐。啊，这个一真法界是不是真的一真呢？跟十法界相比，它是一真，它好像永恒存在。什么原因？念念都是纯净纯善，没有一念不净，没有一念不善。啊，这一念诸位要记住，就是弥勒菩萨所讲的一弹指。一弹指有320兆的念头，每一个念头都是纯净纯善，造成十报土。啊，所以十报土里面居住的人，
华严经上讲的初住菩萨到等觉菩萨，这41个位次的人住在那个地方。再向上提升到妙觉位呢，妙觉位不住在那里了，到哪里去了？回归自性，他住常寂光，回归自性。自性不是物质，不是精神，也不是自然现象。所以科学家讲啊，90%的宇宙不见了，到哪里去了？回到常寂光去了。常寂光是自性，怎样证得？大乘教里面告诉我们，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就证得了。因为妄想分别执着是妄心，妄不能真正，妄要放下，真的就现前了。不容易啊！这一些大道理，我们在经教上啊，总算是明白了几分了，对我们的修学有很大的帮助。它能保证我们从今之后不再走弯路了。古人叫了生死，了生死不是没有生死，对于生死是怎么回事情彻底明了了，你一丝毫恐怖的念头都没有了。你知道它是在设法界里头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我们讲它叫自然现象。可是诸位要记住，自性里头就常寂光里面，不但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连自然现象都没有。它是一切法的本体，虽然什么都没有，它能生自然现象，能生精神现象，能生物质现象，那才是自己啊。佛法终极的目标就是叫我们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个佛是究竟圆满佛，华严经里面讲的妙觉位。我们看幕后这一段，又密集历史经，密集金刚力士，这里头经文这么说法的：如来至身成钩索体，犹如金刚，铿然坚决，不可破坏。这个钩索就像我们现在的网络一样，非常密的一个网络。这网络是什么？变法界、虚空界。看不见的，听不到的，真的是一个网络。传播信息太快了。我们看这个《还原观》上讲的三种周边，那就这个意思啊。念头才起，周边法界。这个念头就是讲的弥勒菩萨所讲的那一念，那一念立刻周遍法界，包括自性。自性虽然什么都不是，他能接受。他是一切法的本体。众生有感，众生发出这个震动，这个念头的时候，这是叫感呢。常寂光有应，
啊，常寂光是自性的本体，它有因，所以它不是不起作用，活的它不是死的。啊，由此可知，整个宇宙是一个有机体，这个我们要认识啊。啊，不但呢，它能收，它马上就有反应，它这个反应就是变幻无穷。啊，还原观上的话叫畜生无尽。啊，后面这一句话很重要，含容空有。啊，含容空有是告诉我们的，诸佛菩萨的心量啊，含是包含，包含虚空；容是容纳，包容，包容万有，就是我们常常讲的，佛门常常心包太虚，量周杀尽。心包太虚是含，含空；量周杀尽。是荣有，这是我们的真心，这是我们的本性。啊，诸佛与化身菩萨都是这么大的心量啊！所以他能包容啊。我们学佛提升到这个境界，你就法喜充满了。你真有享受啊，一天到晚笑眯眯的，常生欢喜心啊。那别的人找你麻烦的，回报你的，侮辱你的，陷害你的，一笑了之。为什么呢？假的。啊，他能伤害你什么？能伤害你的身体，伤害不了你的自信啊！你的自信是金刚那诺延伸啊，没有办法伤害的。啊，那么如果这些啊回报、侮辱、陷害，给诸位说，好事不是坏事。对待这些人还要生感恩的心，为什么？他消我业障。我们在六道里头无世界来，你是造多少恶业，这业障怎么消除呢？啊，他们这些人用这个方法对我，我恭恭敬敬的阿弥陀佛完全接受，业障就消除了。如果我要不接受，好了，这个业障就对立了，越界越深，生生世世没完没了，那就错了嘛。那学佛就白学了。哎，那我这样原谅他、包容他，不是便宜了他吗？是的，我们是便宜他，可是他自己呀，他造的恶业的时候，他有业报。如果你要看到他的业报的时候，你就想你会生怜悯心，他太可怜。啊，那是什么？他自作自受啊，谁都不能帮助啊。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帮不了他了，他必须在地狱里面把罪受满。啊，就像犯罪了嘛，犯罪他也受刑罚了，啊，刑期满了他出来，佛才能帮助他。这个很可怕了，非常可怕。啊，所以古人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非常有道理。害人就是害自己。啊，你能害别人，我常常讲，你害人呢，人家顶多只受三分，你自己要受七分。你如果真懂得事实真相，你肯害人吗？
不干，不会再干这个傻事了。这真正是叫愚痴到极处。可是今天世界上这种人有没有呢？有很多。为什么？因为我们把古圣先贤的教育丢掉200年了。100年疏忽，有人讲，没有人做，所以国运都衰了，那满清亡国。那这100年呢，不但没人做，讲的人都没有了，听都听不到了，你说多可怕呢？所以才有这么多灾难发生。 我最近有听人讲的时候，有这个瘟疫已经开始了，这是很可怕的。外国人所讲的一些预言，包括这些科学家讲的银河对齐。 虽然有一半的科学家认为不是那么严重，可是有一半的科学家认为非常严重。我们是佛弟子，不能掉以轻心。所以我勉励我们净宗同学，我们要认真，要念佛。 要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把其他事情都放下。心是阿弥陀佛，口念阿弥陀佛，身礼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哪里？所有一切众生都是阿弥陀佛，一切恭敬。我们自己的业能转得过来呀。 冤亲债主害我的人也都是阿弥陀佛。他用不善的心对我，我用纯净纯善的心对他。我将来到极乐世界去，他将来到阿鼻地狱，咱们去的地方不一样。这一部经。 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导游的册子，介绍的这本书，介绍我们到极乐世界去，我们把这个书念清楚、念明白了，真信切愿，决定的神。大灾难来临的时候，地球上人不会死光啊。 有人告诉我，大哥要40-50亿，那40-50亿还可以剩20亿呀！当然，如果是共业，我们就到极乐世界去了，客气取证啊，欢欢喜喜的。如果灾难之后还留下来，那就有任务，我们要弘法利身，要教化人，教化众生。 得有任务，这是佛门弟子应尽的一点天职，要帮助苦难众生，要以身作则，我们自身给他做个好榜样。这个不能不知道。 所以这个勾舍体就是整个宇宙，佛法里面讲的是遍法界虚空界，所以这就不能破坏了。幕后说故愿各种众生，善业庄严呢，这极乐世界的众生。
啊，身口意三业庄严，体固体身体坚固如金刚，力强如那罗耶，同居殊胜深也。啊，这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人身体。啊，金刚不坏身，到那个世界上永远没有疾病，永远没有衰老。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世间一切众生所期望的。啊，到极乐世界，你就都看到了。黄念祖老居士，他是密宗的金刚上师。那这部经呢，是大经。什么叫大经呢？佛所说的一切经教法门呢，通通具足，这叫大。啊，所以是大乘小乘，宗门教下，贤教密教，这部经全部具足。啊，这称之为大经呢。啊，跟华严一样。所以下面一段是以密教说的啊，经以密教，至金刚，金刚手，金刚沙土，这些名词术语意思完全相同啊，梵文是一个名字啊，一个名字几种不同的翻译，人王经，念诵诡异上卷啊，为我们介绍的此金刚手，即普贤菩萨也。普贤菩萨在密宗里头就是金刚刹土啊，贤教里普贤菩萨，你看我们跟普贤菩萨关系密切啊。这一部经第二品得尊普贤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修什么法门，你这个经念了之后，你就清楚了，通通修普贤法门。那这经上说的吗？贤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不很清楚吗？啊，普贤大士是德之德是什么？就是大方光佛化也。归纳成十大愿望，那是十个纲领啊。这十大愿愿望展开来，就是大方广佛华严了。华严法界，啊，华严法界太多了，就像刚才对你讲的钩索体是个整个的网啊，啊，这个电网啊，啊，那么这十个就是纲领，你掌握的纲领啊。第一个，离经诸佛，诸佛是什么？十方三世佛那不必说了，所有的菩萨阿罗汉，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全是诸佛，未来佛
啊，现在佛，这问题你会不会看呢？你真正觉悟了，情与无情全是佛，同源中之不全是佛吗？连山河大地都是佛，蚊虫蚂蚁都是佛。那怎么样呢？礼敬。啊，我们要用真情、真诚、恭敬心来对待。对待一切诸佛，就是对待自己的自信，因为自己的自信跟他的自信是一个心，不是两个心。大乘教里面，把自信比喻作海，性海；把这些芸芸众生比喻作海水里的起水泡。啊，每一个水起了水泡，他忘掉了。他不知道自己大海是自己，认为水泡是自己，这个水泡跟那个水泡就独立了，这叫迷惑颠倒。等哪一天水泡破了，才恍然大悟啊，原来是一体。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是一体啊。心性是变的，心是自己的真心啊，识是自己的妄识啊。妄心呐、啊，真妄不二啊！啊，大乘教这些总纲领、总原则一定要搞清楚，一定常常能够提醒，你就不会迷惑了。啊，无论遇到什么境界，你就心平气和来处理。啊，不会为外界所动。啊，佛门弘护这是大事，弘法护法。那遇到这些困难怎么办呢？不要去求解决，佛菩萨会解决。我们解决很难呐、啊，佛菩萨解决就不难了。佛菩萨不解决，咱们就不弘不护了吗？不更省事吗？那佛菩萨真爱护我们呢，让我好好休假了。那守佛菩萨不让我们休假，他就出来管事了。给诸位说这个道理啊，是我早年张家大师教给我的。哎，一生把自己本分事情干好，什么心都不要操。啊，通通佛菩萨照顾。以前我们讲过一部啊，弥勒所问经啊，也叫菩萨制药，菩萨殊胜制药经啊，那里面就是讲有两个法师讲经说法，很得群众的欢喜啊，信徒很多啊。另外有两个法师嫉妒、障碍、造谣生事，破坏这两个法师，把道场啊破坏了，以后堕阿鼻地狱。啊，所以明白理的人一点关系都没有啊，迷惑颠倒的人是真可怜。啊，为什么会做这些事情？他没有接受传统文化，他没有常常听经，他没有学教，完全是个人的名闻利养、嫉妒障碍，从这儿造的业。啊，本身造这个业是性罪，那就该很苦了。那他还有防障碍多少人破坏别人的法身慧命，那这个罪太重了，比他自己性罪还要重啊！所以这是我们不能不晓得的啊！知道我们一生决定不能干这种事情啊！所以遇到正法道场啊，我们全心全力拥护啊！
啊，那是无量的功德了。啊，这法师有多少功德，他就有多少功德。啊，功德决定没有等级的，没有大小的，啊，是同样的。所以这是这个密教里头金刚手菩萨，我们知道就是普贤菩萨，手持金刚手珠，表其正智犹如金刚，能断我法威悉掌故。这个在经典里头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我们过去讲《金刚经》的时候，详细把这个经题介绍给大家。啊，这个金刚手就是代表金刚般若。啊，它并不是拿武器跟人打仗，不是这个意思。般若智慧呀，啊，般若智慧起来，能解决一切问题。啊，你说今天世界这种混乱灾难这么严重啊，汤恩比波斯曾经说解决20亿世纪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真的吗？真能解决吗？别说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可是今天呢，真正能够认知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的人不多。孔孟学说讲什么？大乘佛法讲什么？你用一句话回答我，说不出来呀。我记得我应该在30多年前，因为这个事情是在我没到香港讲经之前，我是1977年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还在这个之前几年啊，也是过年的时候，农历年有一个同学来看我啊，他告诉我他在辅仁大学教书，辅仁大学有大千学士佛学士啊，在佛学士讲普贤菩萨行愿品，好啊，难得啊！我出了一个题问他，我说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那么多经到底讲些什么，你用一句话回答我啊！我只要一句不要两句。他想了5-6分钟，没办法，想不出来，他倒过头来问我，我说佛经上讲的诸法实相能不能代表他学佛不少年了，也在大学教这个教书了，这可以。诸法实相用现在的话讲，一切法的真相。啊，一句话了。那我今天也问，孔孟学说是什么？一句话。大乘佛法是什么？也说一句话。这一句话的时候，能解决现在社会问题。认识人真不多。啊，《论语》里面所说，孔曰成人，
孟曰取义，所以仁义两个字代表了孔孟学说。啊，仁义要怎样落实呢？论语里头也有一句话，夫子之道无他了，忠恕而已矣。啊，所以我们就取这四个字，仁义忠恕，能不能解决？能。啊，要知道，今天全世界的人哪个人不犯罪啊？个个人都犯罪，为什么？没人教他嘛。啊，西方科技发达了，不再相信神了，所以宗教教育没有了。啊，东方呢，不相信传统，啊，不相信圣贤教育。我们刚才讲了，疏忽了200年。啊，满清末年100年，最后的100年，疏忽了，就是伪君子。念圣贤书，不干圣贤事。啊，但是还念。那到民国呢？民国的是现在也100年了。民国不但这个不干圣贤事，连圣贤书也不念了。那问题严重了。所以所有人犯罪都得原谅他，人是教得好的，没教嘛，啊，所以要用忠恕来处理问题，啊，忠就是真诚，忠就是真诚，啊，你看忠这个字，它的这个表法，啊，佛法讲表法，我们六书里面叫会意，你看这个符号，你体会它的意思，啊，心中，中是不偏、不邪、不迷、不惑，就是真心呐、啊。要用真心呐、啊，恕是什么？饶恕一切人，别追究了，干什么坏事一笔勾销，不要再追究了，好好的来学传统文化。啊，把中国固有的伦理道德因果宗教教育找回来，啊，利用现在的高科技，啊，我们这个国家的电视台，啊，网络卫星，啊，能够有50-60个好老师，啊，日夜不断在这里教学，我相信一年中国社会就安定了。啊，整个世界也安定了，在世界上要恢复宗教教育，一年时间，整个世界改观了，不是做不到啊！如果没有这些高科技啊，那真的是没办法了，那是做不到了。你到哪找那么多老师？找不到啊！今天的时候找50-60个老师可以找得到，没有问题。啊，24小时不断的讲中国的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啊，大家一起来学。啊，过去无论你造什么罪业，一笔勾销，不要再提了。好好的学，学上半年，你要在犯错误的时候警告你。你学了一年之后，你再犯错误的时候就惩罚你。为什么呢？你受过教育了。没受过教育的时候，那就不管了。哎，接受伦理道德教育之后，以后再要是乱伦，啊，不孝，这个父母不敬长辈，那就要处分。啊，所以汤恩比的话说的不错啊。
我们要用智慧去解读大乘佛法一句话，真诚慈悲。所以这是外国人，外国人读中国书对中国的理解比中国人高明多了。所以现在摆在面前，我们两桩大事情：一个怎样挽救我们国家民族的传统；另外一桩大事，如何帮助世界化解地球的灾难。这两桩大事摆在面前。在中国古圣先贤典籍里确实能找到办法。问题是你要不要，你相不相信，你肯不肯干，肯干就有救，就能回头。那不肯干就完了，那就没法子，我们就准备到极乐世界，就过太平日子了。这普贤大师之德了，不可思议啊！所以是礼敬重要。你看礼敬赞叹供养忏除业障十愿呢，这四愿是根本，根本四大愿就是前面这四句十六个字一切恭敬。那么现在实在讲最大的一桩事情就是好东西有端出来，恐怕你吃了不消化，吃了闹肚子。什么原因呢？有什么东西才能消化呢？心平气和就能消化，心浮气躁不消化，他消化不了，要心平气和，要真诚恭敬那圣贤东西你完全消化了你也就变成圣贤了如果心浮气躁的话了，你吃不下去，咽不下去，你还会吐出来你还会排斥它所以一切法从恭敬当中求印光法师说的最到底，一分沉静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就受十分利益看你有几分沉静心，你能够消化积沉这是我们真正值得忧虑的一个问题所以要求一些好老师，好老师做出表率做出样子给大家看慢慢的形成风气，社会就改观了。我常常说这些话了，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能体会到。为什么我常常这说？我准备随时走啊。我要把真东西都说出来，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为什么？我觉得我没有机会了。年岁这么大了，过年85了。中国古人计算我们一生呢是80岁。人从出生到20岁，人生的春天。20到40是人生的夏天，40到60是人生的秋天，60到80是人生的冬天，80以后天天可以走了。
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呀。那我没有机会在办学校、在培养学生的时候，所以我把我所知道的全都说出来。啊，真正有福报的人，啊，有智慧的人说，听到之后，你们就知道以后怎么走法。啊，等于我在这里都传授给大家了。啊，现在我又找到两部书。啊，这两部书是我想了好多个月的。啊，真的把它想来了。啊，一部是唐太宗编的《群书之要》。啊，我想这大家都知道啊，唐太宗16岁。就从军了。天天打仗啊。啊，16岁小将军啊。啊，跟着他的父亲。啊，隋亡国之后，灭了之后，他做了皇帝了。做了皇帝，你想想看，没念过什么书啊。治理国家，要道，要德行，要学问啊！啊，没有学问，没有德行，怎么治国家？啊，所以他下令给魏征。啊，知道唐朝的一些历史都会知道，魏征是大臣，让魏征成立一个小组。帮他找书，从三皇五帝到隋，这个2000年，所有的典籍啊，有经，有历史啊，有史，有诸子啊，诸子百家啊，这些书籍里头，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这些议论啊，文字啊，通通抄出来，编成一本啊，叫《群书之要》，治国最重要的指导的理论与方法。啊，集千百年古圣先贤的智慧啊，治国的智慧，治国的方法。治国的效果，治国的经验，啊，他要这本书啊，要这个东西啊，啊，魏征找一批人呢，把它编出来了，啊，一共取材是经史子65种，啊，65种书，把这些重要东西摘录出来，编成一本书，大概50万字。这个书编出来之后，唐太宗手不释卷了，啊，大概也抄了不少部，送给王公大臣。贞观之治就靠这本书啊，大唐的国运呢，也是就借这本书帮了大忙。啊，这本书我没见过，我知道。啊，因为我以前看过局部的一部分《诸子之要》，就是这一部书最后的，他这部书一共50卷，最后的20卷。啊，《诸子之要》我看过这个书，所以我就总想找全书来看。啊，想了几个月，也在这个讲席上给诸位报告了。我非常感激啊，有在网络上听到我讲的，他们替我找到了，寄给我。啊，我收到了2种。啊，没想到说大陆上也有人知道。啊，而且他们还印了，用简体字印出来，很难得。
啊，习仲勋老先生在这个书的前面提了一次题词：古今经鉴。啊，这个书不但能救中国，能救全世界呀！啊，这是一桩事情。啊，我现在将这部书印10,000套。啊，大概明年3月就可以，书就可以印好了。啊，分赠给喜欢读书的朋友们。啊，另外，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要把它复兴起来，从哪做起？啊，也要像唐太宗这个构想，把四库里面重要的东西揭露出来，编成一套书，从这下手。啊，先读这套书就是读四库的精华，这套书叫《四库精华录》啊。啊，那么你对四库认识了，你对四库有感情了。然后你再发现专攻某一部分，你会成为专家，会成为世界一流的汉学家，啊，多少时间？10年的时间就够了。我以前在台湾，啊，我住在韩馆长家里，这很可怜的，啊，他的邻居。是一个天主教堂，这个教堂里面的神父啊，方好，啊，所以我们常常见面就认识了，啊，这也是个学者，跟我一样初中毕业，就没再念书了，他呢一心专攻宋史，就25史里头，他就是一部宋史，专攻宋史。以后变成真的是全世界宋史专家，你问他宋朝什么事情，他清清楚楚都能给你讲出来。啊，是台湾文学院的院士，那个时候在政治大学文学院的院长。啊，这人只要好学啊。你只有一样东西的时候，真正成为专家，成世界上独尊。许许多多学校都会送博士学位给你。啊，那是学校的光荣啊！啊，谁不怕没有学位啊？不怕没有出头之日，只怕你自己学不好。啊，一门深入，长时熏气熏修，啊，10年决定有成就。啊，你得真干呐，啊，可不能干杂了，啊，杂了乱了太多了，是样样通，是样样松啊，一样都不能成就，那就真的可惜了。啊，所以这一部《四库精华》是戒引你的。让你先了解大概啊整个四库的这个状况，然后你在里面去自己喜欢哪一门专攻这一门啊，这一门要用10年的时间专攻，你就成就了啊。基本的条件只有两个，一个是德行，人不能没有德行啊，人没有德行的肯定造罪业。那德行怎么建立呢？《弟子规》《感应篇》13页，一定要落实，要做到啊！啊，你有圣贤的德行了，然后再有一把钥匙，就是文言文。文言文熟读啊，最好都能够背诵100篇古文。
啊，这一篇100篇古文我们已经选出来了。啊，我是让蔡老师，告诉蔡老师，你选100篇古文，从哪里选呢？就是我们现在我得到的这一部《国学之要》，就是四库的这个精华，这里头有几部的，几部的多啊，几部量大，几部有三册。两册是文，一册是诗词，唐诗宋词，也都选最好的东西，那么另外是这个台湾国语日报，这些年来出了一部书，《古今文学》，这是近代这些专家学者选的，制药是民国初年那一些学者。他们选的相同的，两种书上都有的，说你把这个先找出来，找到了130多篇，两个相同的，还有呢，现在人选的不相同的时候也有20几篇，总共他选了162篇，非常好，这162篇古文的时候要熟读，文言文的钥匙就拿到了，不但你能看得懂。四库全书了，你能够写文言文所以我就是要求同学要有这两个条件将来我这个书我也印1万套我会印好的，会讲经的时候告诉大家，每一个人都可以问我要，但是你写一篇，写封信给我，用文言文写我看你程度够不够，没有程度不给你。你有这个程度，我就给你，我送给你。所以这一次我们买了100套四库全书。大多数都是送国内的。海外我们都送。现在我又订了200套四库会要。四库会要可能在明年9月之间就印好了。我准备做礼物送给谁呢？送给全世界每个国家图书馆。这个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来帮助这个世界化解灾难。促进安定和平，我只能尽这么一点点绵薄之力，再就我再有时间呢，那以后就再说了，我是把我的时间只定到明年，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一个人一生在世，与人无争，与事无求。只有付出没有享受。享受的是法喜充满。这后面这一句话很重要。金刚杵是表正知。能断我法，为悉掌故。能够断我执，能够断法执，不但破二执，还破微细执着。能破微细执着，这就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要金刚智慧呀！又圣无动尊，大威怒王。秘密陀罗尼经云：此金刚手是法身大士，是故名普贤。这部书上也是这样介绍的，普贤菩萨化身，即从如来得持金刚杵，其金刚杵无智所成，故名金刚杵。
啊，五种智慧，我们这个经后面都讲到。啊，如来所成就的。啊，那么这些都是证实啊，确确实实是普贤菩萨化身的。啊，若具显迹，则如过去注解，是为天上历史。啊，这是讲那诺言金刚神啊，在过去一般的解释，在大乘上都认为是天神啊，天上的护法神啊，所以金刚神啊，那诺言神，大力坚固之神。那金居密意呢？金刚与那诺言，军事之金刚，简称金刚。论其密本，即是金刚萨埵，即是普贤。普贤当然是化身的，化身大士，等觉菩萨了。啊，《华严经》里面讲三种普贤。啊，第一种，道前普贤，西方极乐世界往生的人。都是修普贤大师之德，还没有证的等觉位，十地以前都叫道前。是这个等觉呢，是当位啊。成佛之后的妙觉呢，那叫道后普贤。啊，成佛之后啊，再以菩萨身份应化在法界虚空界。啊，众生有感呢，他就应了。啊，所以普贤有这三个说法。啊，又密教尊金刚为示现威猛相之佛，这个说法是真的。佛度众生，跟老师教学生一样的，恩威并施啊。有一些学生呢，性情柔软，心地善良，要用慈悲心去教他，爱心去教他。有一些也很有善根的，啊，习气很重，那要用威猛，啊，对他很严格，啊，他会回头。该用什么方法的时候，就得用什么方法。啊，如果说是心地慈慈善良柔软学生，你用威猛，学生害怕不来上学了，逃掉了。啊，有天分、有才干的顽皮的这些学生，你要用他慈悲心的时候，他不用心学习，啊，所以方法不能用错，啊，对什么人得用什么方法，叫观机呀，啊，一个好老师善于观机，能调教成好学生，啊，是以金刚那罗延伸应结尾等同如来之金刚身和金刚体。啊，这个就对了。啊，这是总结。啊，这个金刚那罗延伸就是金刚身金刚体。啊，跟如来无二无别。下面为我们说金刚身。啊，这是我们很关心的，我们大家都希望啊能得金刚身，知金刚不坏之身啊。
为佛身也。涅槃经云，如来身者是常住身，不可坏身，金刚之身。我们在大乘教里头常常看到法性身、法性土，这是讲的什么地方？讲的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有相，不是没有相，有相啊，就像我们三界之内呀、啊。讲的色界天啊，它不是欲界，它没有欲，它有色。十宝图啊，也是有色相，没有欲啊，无欲是财色名食睡没有，贪嗔痴慢疑也没有啊，怨恨恼怒烦当然更没有啊，这些呢？这些都是分别之处啊，所以六道里面情形这么复杂，变化太多啊！你看这十五种啊，啊一个里头是五种啊，三五一十五啊，这交叉变化，这就是六道里面的状况啊，非常复杂啊，十报图里面没有这些东西，所以十报图就变成真常啊，永恒不变。叫法性身啊，法性身就是金刚不坏身，法性土金刚不坏土，是这个意思啊。啊，只是心性没有识变，啊，唯心所现，它没有唯识所变。为什么呢？识已经转成智了，啊，《法相宗》里面讲的，转八识成四智，啊，四智已经是法性里面的般若智慧。迷了，智慧变成烦恼。啊，那就是八十五十一心所，就变成烦恼了。啊，不善是烦恼，善也是烦恼。啊，烦恼心所二十六个，那白法里头列的；善心所十一个，善心所还是烦恼。这个一定要知道。啊，转世成智啊，真正转过来了，那就是初住菩萨啊，华严原教初住菩萨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诸位要知道，莲花化身啊，不是说化身的身先小孩慢慢长大，不是这个意思。如果这个，那就有变化了。啊，他那个到那里去一现身，跟阿弥陀佛的身是完全相同。纵然是凡圣同居土，你还没有离开花苞，就是说你在七宝池里头，啊，莲花还没有开。可是你的身相啊，在莲苞里面，身相啊，跟阿弥陀佛一样的平等法界啊。那十宝图也是法性图，十宝图里面的身相也是法性身，这个不可思议啊。那这个同居图啊，啊。这个同居图真正不可思议，同居图四十八愿加持，
啊，四十八愿如果加持不到，阿弥陀佛就不成佛了。啊，现在他成佛已经十劫了，可见的四十八愿愿愿都落实了，愿愿都兑现了。啊，你往生在极乐世界，啊，花没开。啊，花要什么时候开呢？佛不加持你，你已经明心见性了，花就开了。花开见佛无生的，所以花开是什么时候？花开是你正自己修行正得初住的地位，花就开了。啊，没有正到这个位置就花没开。啊，花里面的境界跟十八图的境界非常相似。而且十八图里面的菩萨天天都跟你见面。啊，你说这个花是什么花？诸位不要想这个花的像。想花的像，你往着相了，你全错了。你要想花的那个心，花表清净不染呐，不要这个意思啊。啊，是不是真有这个花呢？你心里要有这个花，它真有这个花。为什么？它从心想生，心里都一下开悟了，不再想这个四相了。花就没有了啊！花的形不在，花的质在，质就是清净智慧不但是法不然，佛法也不然。那我说佛没有法，这个诸位要知道，佛法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佛法是因缘生法啊，中观论上讲得很好，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所以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我们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紧紧抓住阿弥陀佛。啊，不要抓别的。你把这一句阿弥陀佛抓到，你就对了，就正确了。啊，一定要有信心。要有把握，决定的生净土。啊，我在这个世界，除一句阿弥陀佛之外，其他都是不重要的。啊，有缘就做，没有缘绝对不要去想它。随缘而不攀缘，这就对了。啊，心里头有阿弥陀佛。口里头有阿弥陀佛，心口相应啊。表里一如啊，这就对了。啊，印光老法师教导我们，常常把死放在额头上。啊，想到我今天要死了，我今天应该做些什么事情，你好好去做。啊，今天是我生命最后的一天，我要干些什么？黄念祖老居士，这个注解完成了，欢喜。我庆贺他。一心求往生。啊，往生之前半年，他告诉我，每一天念佛14万声。这里一句佛号啊。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绵绵密密，一天14万声。
密宗的上师啊，告诉我，现在这个时代，除了念佛之外，任何法门都不能成就。为什么？要断烦恼，你能断得了吗？啊，有人怪我，说我只弘扬净土，不弘扬其他的法门。这个话讲不通啊，是一个没有知识人讲的。啊，你在学校教书，你专教国文，你为什么不教数学？为什么不教历史？为什么不教英语？啊，你为什么专教国文？不就这个意思吗？这话是糊涂话了。这把人大牙都笑掉了，跟你说吧。佛教在中国，隋唐时代是十个宗派啊，每一个宗派是弘扬一宗啊，那祖师啊，那他不是各宗都弘扬啊，啊，那你就找他们算账去啊！你现在别找我，你找他们，找头嘛，我又不是带头第一个人。啊，你找慧远大师去，找善导大师去。错了，啊，所以应当大家发心，喜欢禅的转个红禅宗，啊，喜欢天台的转红天台宗，啊，你喜欢哪一门，哪一门对你修学有成就，你就带头，希望八个宗通通。大乘八个宗，小乘两个宗，通通都复兴起来，这个多好呢！这《涅槃经》上讲，如来身常住身，啊，就是法性身，啊，不可坏身，金刚之身，啊，西方极乐世界每一个人都是这个身。又诸佛世尊，尽心修习获金刚身。这一句话是勉励我们的。佛的金刚身从哪来的？诸佛如来没成佛之前都是凡夫，跟我们一样啊。他是修成的。怎么修成的？把烦恼习气统统放下，这就成功了。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啊，在中国，祖师大德也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我们应当要效法，要学习。啊，修行不外乎戒跟行。啊，戒不能离开经教啊。啊，我很幸运，很感激老师。不是老师的教诲，哪有今天呢？啊，没有老师的教诲，我不认识佛教。我总认为佛教是迷信啊，是宗教啊。啊，没有这个意念呢，去碰它。观光旅游寺庙我都不进去。那以前是那样的人啊。啊，我学佛，很多同学都知道，方东美先生介绍的。我跟他老人家学哲学，他在最后一个单元跟我讲佛经哲学，我才晓得佛教不是宗教啊，佛教是佛教之哲学，是他老人家告诉我的。
开宗明义三句话，他说话不啰嗦。啊，我提出我的看法，他说你错了，你年轻，你不懂。释迦牟尼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是这样才转过来的，这话没人给我讲过。啊，转过来之后确实很幸运，我认识了张家大师。啊，这是满清时代的一个亲王，新疆人，啊，明亲王，啊，他跟这些喇嘛们很熟，啊，他地位也很高，啊，那个时候我们住在邻居，啊，各几家邻居。啊，他有个小女儿，常常跑到我们的院子来玩。啊，看到我桌上摆的佛经，啊，我那个时候还有小香炉烧一炷香看经，没供佛像。啊，这个小孩的时候回家告诉他爸爸，领他爸爸来看我。哦，我知道我学佛，很欢喜。他说：“你要不要一个人指导你啊？”我说要，需要啊，我刚刚入门啊，很多东西不懂啊。哎，他说我给你介绍个老师。我说哪一位？张家大师。我也不知道张家大师是谁。他就带我去见面了。哎呀，跟大师非常有缘分。啊，所以这样子认识张家大师。啊，以后大师很慈悲。每个星期给我2个小时。啊，一个星期见一次面。我佛学的根底，张家大师奠定的。啊，我这个行业是他老人家指导的。啊，他叫我出家，叫我学释迦牟尼佛。啊，所以第一本看的佛书是他指导的。啊，叫我看释迦谱、释迦方志，告诉我你要学佛，先要认识释迦牟尼佛。啊，你对他认识不清楚，你就可能要走冤枉路了。那现在人家你要走很多弯路啊。啊，这个指导也很特别。啊，所以我是从释迦牟尼佛传记从这看起的。啊，知道他是王子，知道他年轻好学。啊，19岁离开家庭出去参学。啊，就是出外学习，啊，当时印度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学派，他都接触过，啊，都去参学过。12年，他30岁的时候，啊，大概印度所有的高人都见过了，啊，他的问题没能解决，啊，最后就放弃了。到这个毕波罗树，就是菩提树下入打坐，万缘放下。啊，12年所学的也放下了，放下所知障啊，这才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我们讲见性成佛了，成道了。啊，30岁，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知道啊，教一辈子啊，79岁圆寂。圆寂在树林里头，不是在房子里面。一生你看，树下一宿，日中一时，托钵啊，做给我们看的，真的放下了。啊，王子。他要不出家，他是过往啊。那过往不要了，名闻利养统统放下了。
多自在啊，每一天教学不亦乐乎啊。虚无定所，那哪里有缘哪里去，啊，不是在一个地方住的，啊，天天换地方，对于任何都没有留恋。啊，这是他伦理的身教，经典是言教。啊，我们真正了解之后才晓得，释迦牟尼佛跟宗教风马牛不相关呐、啊，他不是宗教啊。你要看他的传记，你想他是个教育家，像中国孔子一样，有教无类，啊，不分国籍。啊，什么国家人，他找他，他都教你。啊，不分种族，不分信仰，无论你信仰什么宗教，并不是叫你改信，没有没有。释迦牟尼佛是教育，任何宗教都可以来学习，像大学一样，不需要改变。所以经典里面看到很多婆罗门呢、啊，啊，这是这个变现外道这些类，他们都是宗教。宗教里面的这个身份啊，跟释迦牟尼佛学习，做释迦牟尼佛弟子，证阿罗汉果，证菩萨位，他还是婆罗门，他并没有离开他的宗教啊。啊，那佛法里面，菩萨、佛菩萨、阿罗汉，这是学位的名称呢、啊，就现在这所谓的博士、学士、硕士。啊，你是基督教的神父，你在大学里拿博士学位很多，那个神父是博士学位。啊，佛陀是博士，菩萨是硕士，阿罗汉是学士，是佛门三个学位的名称呢、啊。这个要懂得。啊，现在都没有人晓得，也没有人讲。啊，这迷得真是迷得太久，迷得太深，啊，造成社会严重的误会。这么好的学术，不肯学，你多可惜啊！啊，真能解决问题，解决我们生死大事啊，帮助我们永远脱离六道轮回啊！啊，这种学问在世间找不到的，啊，你说多可惜。啊，我们这一生遇到这些个老师，感觉到无比的幸运。啊，尤其是认识之后，啊，一心向往，放下一切，啊，学习60年了，啊，我讲经教学，过了年就53年了，善哉童子53参的圆满了。啊，所以我在这里要告诉一些这个找麻烦的人啊，嫉妒障碍的人。你们放心，你不找我，我过了年也想走了。我到极乐世界，在那边等大家。啊，可是造极重罪业的，你们一下还到不了极乐世界。你们那个罪要受满之后，才有缘分到极乐世界。啊，人在世间，要懂得仁义，仁者爱人，义是循礼，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合情、合理、合法。啊，一定要遵守。中国人要守着五伦、
五常四维八德，不能干缺德的事情，干缺德的事情，果报在三途。啊，我给你们的忠告，啊，告诉你，这佛法讲得很清楚，生命是永恒的，人没有生死，你想害任何一个人都害不到，他最后都会成佛。啊，不能再干傻事，啊，不能再干错事，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